一天的绿豆汤是32两，父从简中来，虽然是一碗绿豆汤，但常年累月下来的话，倒也是笔大数目。皇后说的是。娘娘，奴婢从御膳房拿了点心来了。东西少就罢了，怎么本宫喜欢的蟹粉酥都没有啊？御膳房的人说蟹粉贵得很，如今皇后下旨不许再用这些贵价的点心了。每日的例菜减半不说，连点心都这么小家气。娘娘不要生气，皇后从来就小气，宫里就这么几个人，能有多大的花销？午膳晚膳全是素菜，恨不得荤腥都不见，那些个好东西更不用吃了。华妃就失了2天小性子，朕也要好好安抚一下她。你的心思朕何尝不明白，臣妾不敢这么想。世兰最近怎得如此憔悴，定是那御膳房伺候不利。你这小脸啊，就是嘟嘟的才好看，朕爱看。多谢皇上关心。